心间的内心，心头。
是咱的心，同感官在思考，坐伫咱的主上帝的面前。伫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安尼写：你爱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所发出。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。主啊，保守我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道路是对我的内心开始。愿咱每一个人。